这两点立的间距小，这两个点立的间距大一点。横画起笔要低于这个首点，竖画在横画中间，高起笔。下面这个横比上面两横略长一点，撇在竖的正下方。撇要短，捺笔向右下方伸展，要长，横间距相等，长短要变化，双横不要写太长，雨字头要写的宽扁一点，横钩要写的细，竖画在中间要垂直，四个点离中间要近，下面这个木字旁横画要短一点，左低右高，竖画在横画中间偏右，用垂漏手，撇短一点，起笔在横竖交叉点的地方，这个竖要细短一点，横折这个竖的话要粗要长一点，横一横的间距相等，下面注意高低啊，粗细变耳，横要左低右高，要短一点，撇不要写太长，由重到轻，这个竖要向右下方斜行笔，顿完之后向左下方斜行笔勾上去，这个要粗要长一点，对，间距要小，后面空间稍微大一点，字形要宽扁，高低要错位，位横要短，第二个横左边要探出去，比低横要长一点，两个横都不要写太长，竖钩要在字的中间，格子中间垂直，撇起笔在横竖交叉点的地方，短一点，捺笔稍微往下面粗一点，向右下方斜行笔要稍微长一点，撇收捺放，注意上面收下面放，高低要错位，注意这个要往下面靠多一点。